下面我们练习一个输出我们腿上经络、全身经络的一个动作，双脚分开，比肩膀稍宽，然后双掌用力举起，最慢的速度，从我们的身体右侧，慢慢的向外拉直开，贴着地面，向左转身，用力向上抬起，然后伸到我们的头顶。我们做的是用最慢的速度做，左三圈，右三圈。从来不用刀，我不用刀，前进的重担我已肩挑，我已肩挑，不喊冤也不求饶，对情义我肯弯腰，最终先熬哈一条。各位兄弟，我怕你受伤，你扬言混黑道，天天带着短刀，打打杀杀，你学会了几招。